就没办法了，那肯定的，谁让他自己一直拖，那个时候本来三月中旬订货十几天嘛，月底就可以出来，对吧？他自己又不肯出，他一直拖在那里，他自己出的订单太慢了呀，那你就现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按这个交期。我其他客户，那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交期我还是插单的嘞。我其他客户昨天晚上我订了，人家订了100多万的货款，人家都还要到70天交货的。那刚刚我老板娘一个客户订咖啡机要到8月份，你怎么弄？没办法的呀，对吧？你月底要出来也不多的，你加个微信，我把图片发给你。我们这么决定了，你早点下班，我们一起再给你们。